苏人到先生，伊是为台湾的付出、的拍拼、的牺牲，伊所写的一本台湾人四百年史，英勇志志，动不动枪。台湾人民好，四百年来，伊用压制，伊用攻打，伊用求。无论时代翻红毛，反清时代翻长山，日日那时代翻石卡，国民党时代喊一个翻毛啊！咱这民族四百年来拢是人翻，是翻伊人翻，就是叫叫叫翻啦，唔带起来翻。出好天，一句话已经讲四百年了。出好天，就是家己要成天做主，就是要当天人。苏东老先生，我提出特别辩论的理论，当然这个工作是相当的艰难。苏东老先生，你们安尼四十几年，未将再过来台湾。别让他看到你过冬，也不只是话，是相当的困惑。你所谈的钱，是相当于台湾，已经先相关资源，那是做大的运动。我们就以时刻来感染你。这场的转播哈，是差不多两万人在看，非常准时。没事哈，但是咱们你们以后在家里哈，你处理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场转播了。那所以咱们一定要叫那个时间哦，很准时啊，那较好。立正，行李，吃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
我看吼、哦，这是第十四届法律建国会，每一届拢同款。甲第三天吼、哦，我甲看大家人个表情吼、哦，拢是笑眯眯啊。因为两个原因嘛吼、哦，第一，等下会当转去；第二呢，啊，你都规定讲爱三天两夜，好不容易度过，但是我相信大家伫这三天个内底哦。有得到足侪物件，尤其是这个观念、思想方面会大改变，对不对啊？这咱就正确啦。其实最近危机解密一直放足侪消息出来，你个注意看哈、哦，这个危机解密消息一个放出来哦，所谓的蓝绿啊，他们讲哦，双方拢真尴尬，但是台湾人啊。看到这个危机解密以后啊，坦白讲，心情啊，规个拢轻松去。所以忽然之间啊，忽然之间啊，那有关这个台湾地位的论述啊，哦，尤其是台湾民政府的这个组织，起码称真悬。有真侪人感觉过去讲唔对的，讲啊，这个组织乌白讲的，即卖呢拢无共款啊。举一个例来讲。咱这个组织一开始，咱就讲哦，台湾无独立的问题，卖讲咱讲啦。美国嘛讲台湾无独立的问题，独立代表战争。以前大家看无，我相信在座各位啊，有真侪人嘛看无。啊，奇怪咧，啊，你美国都家己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啊，我台湾人要独立，要建国，啊，你来讲我袂使哩。啊、我相信，那即马来问你的时阵哦，你应该会当知影讲，台湾是安那无独立的问题。过去日本时代，日本咧统治台湾的时代啊，1895年到1952年4月28日，国金超和平条约生效的迄一天开始来算，台湾这个国家呢，当然我想讲国家，袂当讲国家啦，应该讲 state。台湾这块土地啊，这块所在呢，本来是日本的一部分。日本的一部分，当然，你若讲要独立，敢若日本时代，你话台湾独立会使哩。迄当阵，台湾有一个有两个组织啦，有台湾文化协会，啊，台湾的农民组织，这两个组织啊，伊提出口号讲啊。我台湾人要独立，迄阵个独立是为对独立出来，为日本脱离日本来独立。先阿讲要脱离日本，因为伫18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啊，日本人讲下关条约啊，这个条约内底是大清的皇帝甲日本的天皇签一个合约，因为甲午战争战书，伊用台湾偏哦是背乎日本人。你也知影哦，甲午战争唔是伫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发生的哦，所以中国人伊伫讲日本窃占台湾，他咪讲这个窃就是讲偷的意思，其实伊无甲你窃占，伊是叫战争法，你是让与台湾呐，将台湾让予日本，是欢欢喜喜让予日本。这个国际法真趣味呢，哈！你想看卖啊？你讲啊，你若讲唔是甲午战争，啊，我中国清朝，我无爱将这个叫做平和台湾来挂予你日本，会使哩无？可以。问题是下国那个结果是什么款的情形？就是你灭亡嘛。哦，你若爱挂予我，会使啊，我阁甲你战啊，战甲你这个清朝完全灭亡。所以啊。要停止战争，像这种的条件啊，迄袂当讲算条件啦，迄算条约啦 ，treaty。这个 treaty 签落去，要改变啊，袂当片面改变。所以咱知影1941年1941年12月初九，蒋介石伊讲伊向日本宣战。但是我伫昨日有甲各位报告过，
迄当阵的蒋介石是伫国民政府内底做啥？做行政院长，伊无资格选战。什么人会当选战？有一个人叫做林森啊，这个人选战的。啊，我讲这干嘛？我白讲无呢，真出名呢。蒋介石甲你讲选战，但是伊伫公布的迄个文书资料内底啊，有一张公文啊，伫迄个保利啊，保利这个中兴新村啊。伊有一个台湾省政府的一个迄个省政府的迄个使馆，一张清清楚楚呢。迄天哦，我甲咱来做咱民政府几下这个人哦，去参观的时阵哦，看到迄张真欢喜。我随讲，这张甲翕起来，证明啊，就是蒋介石乌白讲、凊彩讲的，伊无资格选战呐。所以伊家己讲，伫伊选择的时阵，伊有一个影片啦。伊讲废除不平等条约，各位哦，你爱听好哦。不平等条约会当废除无 ？No， 我囡仔时阵啦，读册时阵啦，尤其是国校，迄当听着讲哦，好伟大，废除不平等条约呢。啊，不然即摆较大汉啦，我想想诶，唔对起来呢。蒋介石乃当废除不平等条约哦，我看吼、哦、有真侪查甫人真欢喜咧。你会当宣布讲哦，我废除我们昨天的结婚证书咧。结婚证书会当废除无？结婚证书若袂当废除吼，和平条约就袂当废除啦。除了讲你事先有写，双方有写，写讲 OK。我若讲过一年哦，宣布了一年以后。可以废除，有这款条约，有一个叫做1954年，有一个叫做中美共同防御协定。中美共同防御协定啊，类似于条约，但是这个条约，美国人有伫内底有写哦，伊讲如果双方啦、啊、哈单方面宣布废除啊，一年以后就可以废除。啊，有废除无？有废除去。尤其是伫当时1979年啊，1月7日，中美断交以后，伊当阵开始废除。所以有真侪讲条约的物件啊，真侪台湾人受唔对的教育，互你叫伊讲迄条约可以随便废除。所以马关条约到今天有没有效？当然有效啊！条约袂当会恶被废除啊，因为当时无写讲条约要废除有啥物款的条款。但是条约若要废除，还阁有哦。可比讲若要废除，会使了。但是你若讲有赔款定迄、那个规定的时阵啊，我已经赔你啊。啊，你废除的时阵啊，迄赔袂当阁讨转去呢。这种是伫罗贝尔有一个巴黎公约啊，内底有清清楚楚啊，有甲大家人规定甲清清楚。所以若安尼的时阵，你着足清楚讲，1951年9月7日签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我今日要甲各位讲哦，签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一个足重要的概念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含上海公报，伫1972年2月28日签的上海公报。迄、那个上海公报内底台湾人是啥物款的台湾人？伫美国人哦，是因真优秀了。伊这个台湾人叫啥 ？The People of Taiwan。但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写1979年迄、那个。4月通过，追溯到1月1日，是 People on Taiwan。那 People of Taiwan 要翻译个汉文是安怎翻译？台湾人对不对？啊，这 People on Taiwan 翻译做汉文是啥？嘛是台湾人呢？其实这种无同款呢。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呐、啊，咱。在座各位啊，咱是本土台湾人，所以我希望讲，今后你若讲哦台湾人啊，你想要加一个本土台湾人，你才能够破解这种的迷咒。啊，这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跟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伫这个美国这个法律内底规定，无同款的所在，有啥物所在，你甲听注意听哦。台湾关系法里讲 The People on Taiwan。但是真注意，就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块土地顶冠的人，叫做台湾人。但是啊，因为台湾是经过战争以后，
才有这些台湾人呢。啊，这些台湾人应该就是本土台湾人加上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所以台湾的问题非常复杂。你若无经过上课，你真正搞不清楚、听无啦。这个本土台湾人加上流亡在台湾的遐中国人，啊，所以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这问题就来啊呢。咱过去咱讲眷村有无？眷村其实不是叫做眷村呐、啊，应该叫什么呀？难民营啊！我不是胡白讲哦，啊，这难民营来咱台湾，把咱带入这块土地，咱来个收租金呢？你敢知影印度，伊将土地租予流亡的西藏政府有无？伊租予西藏政府，这西藏政府是每年伫甲纳租金呢？所以西藏的人，那伫迄个西伫印度的内底，伊要选出因的因这个流亡政府的总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可以，这是合法的。但是呢，伊敢会当宣布讲，叫印度人和西藏的人做伙甲投票来选印度，来选这个西藏的流亡政府的总理，会使哩无 ？No。各位，想看卖啊？台湾的情形就是即摆即个咧。中国人流亡伫台湾，竟然叫你本土台湾人含伊做伙去当票，选中华民国总统，这有精神错乱哦。马英九，伊足清楚的哦，他非常非常清楚哦。维基解密来滴，伊讲，伊1997年啊，2007年。2009年，连续两年来底，伊讲什么话？伊讲哦，伊若做总统哦，伊干那要加入 WHA 甲 WHO 啊，这两个做国际做，其他的他不考虑。伊不考虑是啥物原因？伊知影台湾的地位啦。啊，过来有一摆，我亲耳朵看到电视顶关演的，伊写啥？马英九伊咧笑遐民进党，甲讲吼，哦，民进党讲他会出卖台湾的主权。你知影伊讲啥？哎，伊个不经意来滴讲出来，伊讲台湾哪里有主权？靠啊！问题是这民进党这推下面的哦，到今日为止还不知悔改。到今日为止啊，要搁你话讲，台湾是主权的独立的国家。啊，人滴选举是选啥？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其实不是中华民国总统，是流亡中华民国总统。啊，你看伊这拍口号啥？台湾加油！伊这迄我感觉台湾加油这四字，你甲咱警惕，你甲咱笑，恁这本土也较早精神的安尼啦。所以台湾加油，但是咱较加油有效无？你若教育还阁是中华民国的控制，教育还阁是国民党的。一全面掌握的时阵啊，台湾人啊，唔知要当时要出头天。但是呢，好佳哉啊，有美国伫甲咱帮忙。坦白讲，自从咱发生告美国的代志，尤其是去研究台湾的地位啊，拄拄啊好，为1945年开始来算啊，差不多60年啊，2005年啊，迄当阵呢。开始去，应该是2004年呐、啊。开始，我何瑞元开始去研究真真假假，坐日去研究台湾的国际地位。你知影美国派代表来跟我讲的时候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哦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掩盖下去了。本来要跟咱骗几年的，要骗咱100年。哦哈，你为什么要骗我们100年？伊讲台湾的问题啊、哦。非常的复杂，啊，复杂是到底谁造成的？国际局势造成的。照道理来讲，美国一开始有确确实实有要将台湾放伫伊的管辖之下。蒋经国啊，蒋介石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啊，美国确确实实伫迄个国伊的迄个国家安全档案内底，伊有讲，伊要发动菲律宾、发动纽西兰、发动英国、加拿大。
派一个小小的部队，啊，美国要派大量的部队登陆台湾，要将蒋介石给赶出去。这边档案有呢，但是伊迄个汉奸去救着这个蒋介石的狗命。汉奸爆发，1950年6月25号，韩战爆发。1950年6月27号，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。派航空那个第七舰队啊，巡防台湾。迄、那个以后呢，其实伫迄个以后，蒋介石伊本人就知影讲，反攻抗俄是已经无可能啊啦。但是伊嘛照常伫甲你话讲反攻抗俄，什么几年反攻？你知影台湾人几年开始做兵无？1949年，1945年。占领台湾，1949年12月开始，予台湾人做兵。因为伫1945年占领也袂当叫人做兵呢，啊，袂当叫人做兵，是安那叫人去做兵？所以定你讲，甲已经知影这台湾的地位以后，你就爱了解一点，就是讲到底咱做兵，咱要效忠什么人，要效忠什么人？所以台湾迄当阵做兵的台湾囡仔，神经拢完了错乱去啊！安那讲神经错乱，做兵实际是要保护国家。安那讲到国家，你听好清楚哦。这个国家的组成是啥？由一群思想差不多同款，还是一个民族啊联合组成国家的时候，当这个国家成立、组织起来，这个政府成立以后啊，这个国家的义务是啥物？保护人民。啊，人民的义务是啥？效忠国家。这个效忠国家，这个保护的代志啊，这个义务啊，就是主人法跟万国公法。万国公法大家真少去讲，但是日本人是比中国人较慢一档啊。日本人什么人？坂本龙马，你唔知怎样？有这个电影有在做。坂本龙马迄当甲幕府讲啊，伊讲日本爱实施。叫国际来这迄个万国公法 （Law of Nations） 爱这个万国公法爱个实施，你若实施万国公法，会当抵挡这列强来入侵日本。万国公法是为对造出来，拄啊开始是一个法国人写，法国人写了，后尾啊美国人一个学者甲整理出来。当然啦，你若有。电脑你甲拍万国公法，你看会到。咱即马，你也知影，美国人伊会当来占领台湾，伊是叫啥物？叫战争法。战争法内底的征服 ，conquer， 征服啊！我会当甲你征服，我甲你拍败，我都取得占领这块土地的权利。但是占领这块土地的权利以后啊，你袂当改变主权。就是占领不移得，不得移转主权。各位啊，你来受训，爱学学这点啦。占领不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。我是流亡政府，我走来你家，我袂当伫你个所在啊，宣布我合法。中华民国今日做个工课就是这样，伊一直要将台湾并吞啊，这种个是叫做并吞。占领不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可以并吞，这是什么规定？万国公法以外，在1830年、1840年以后，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战争法就改变了。以前是我若占这块土地，这块土地拢我的，但是拿破仑时代以后啊，就未当讲你占这块土地，宣布讲这块土地变作你的，未使的啊。所以你甲看。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拄拄啊结束迄个时阵啊，迄个时点啊，全世界才有60几个国家，但是后尾啊，哦，一寡殖民地啊，不，一直拢独立起来，一边拢家己宣布伊建国，独台湾无法度，台湾无唔对哦，一开始是殖民地哦，台湾是中国的殖民地哦，但是嘛讲殖民地 colony 啊，嘛唔对呢。应该严格来讲，法律上叫做伊个拓殖地。什么讲拓殖地？迄、那个台湾啊，伫清朝迄当阵啊，有一张地图啊，
清朝控制台湾的地图，迄、那个地图你来看，伊的西边、伊的西边啊，伊挂予日本的时阵哦，伊是挂对个台湾，但是迄个当阵的清朝啊，并没有控制全台湾。伊后山的部分，就是原住民今日伫住遮的所在，大部分是拢原住民的呢。迄当阵清朝没有管辖权呢。这个中国人足奇怪呢，这实在有影吼，我唔知要哪讲这个中国，所以我感觉这个中国这个民族是足糟糕的啦。虽然有个人会感觉讲我是中国人啊，迄个人我你会当甲笑，现在唔知影见笑呢。中国人是专制，我哪想讲这个民族爱消灭呢？这个是台湾啦吼，伊的西边其实我有一张相片啊，因为咱今日电脑迄个王先生今日请假吼。伫顶条有一张相片啊，伫左边啊，你也敢看会出来讲啥？这个迄拓殖地啊，就右边的殖民地啊，哦，这张呢？迄清朝的地图就是这张呢。啊，这个左边哦，是六个拓殖地。清朝若讲真正讲伊的殖民地，伊的拓殖地要挂日本，会当敢那挂这个左边尔呢？原住民的土地伊嘛挂好人去啦。莫怪原住民伫1895年4月17日以后啊，日本人入来台湾啦、啊，起来反抗啊，改建啊，啊，所以入迄个中国人，台湾人迄阵的原住民哦、啊，伊袂当了解呢，日本人国较袂当了解，伊讲奇怪，你这个土地你已经挂给我咧，你就已经投降，你这个土地挂我啊，我即马来啊，你来拢甲反归呾呢，啊，所以坦白讲。日本人在这个地方吃到亏，原住民吃到大亏，所以在1905年就是统治以后过十年，日本人召开国际会议，有邀请美国人在澳门的总那个领事啊，叫做李先德啦，来做一开会，来开会说原住民到底有地位有国家地位还是无啦？开会结论结果啊，那李先德出来讲，李先德伊安那讲呢？伊讲，因为美国有甲印第安人斗争的经验有啊，迄当有啊，印第安人占领规个美国嘛，啊，美国人英国人去啊移民以后啊，嘛伫土地伫讲给讲骗啊有啦吼，讲台啊有啦吼，用足侪经验哦。土地拢变做伊美国人个，啊！当然，迄个时阵他们讲是武力较大个人个啦。但是即摆国际法无共款啊，因为国际法即摆有规定哈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所以以后改变这个安尼以后啊，李先德出来讲，伊讲吼，原住民啊，敢那部落啦，部落敢那一小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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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没有国家主权，所以。李先德因的结论，原住民可以征服他们。伊转伊讲安尼，你日本会当正式改征服。所以伫1905年甲1915年十年的中间呐、啊，为北部啊，拍到屏东啊，了不起呢！日本动用的军队吼、哦，是比马关条约所动用的军队哦，搁较济呢。啊，伊无想讲，吼、哦，要死哦！你台湾一块土地尔尔，啊，我要甲你摕倒转来，要甲你征服哦，用到遮尔啊大个力啦。所以日本人迄阵嘛真讨厌呢，伊嘛想讲安尼啦，啊，你干脆我挂牌啦，啥物人买台湾呢？哦，我卖伊啦。有人买呢，法国人买呢。啊，迄阵美国人嘛足有兴趣啊，但是美国人哦。因为先去买一个冰库啦，迄冰库是啥物所在？你知无？阿拉斯加啦，伊去买阿拉斯加啦，因为吼，买阿拉斯加，美国迄当参议会甲迄个总统顶阿要头壳几啊破呢？伊讲你这个空，啊你开这几千万，啊你买这个冰库，啊内底也拢无人，啊内底拢冰，啊你买这冰库要死哦！各位，咱真是拢后壁计较的啦。咱即马讲，买冰库有利无？有利啊！但是迄个时阵哦，无利呢。迄阵讲你买什么冰库？
但是迄阵伊若无买兵吼，我估计伊也未先买台湾呐。啊，足可惜，伊无伊全先买兵吼。啊，即摆来讲台湾，日本挂牌要卖出去啊。啊，即摆卖出去以后啊，就继续发展嘛吼。即、這个发展就是发展到我头拄仔讲的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原住民去予日本征服以后啊，日本正港伫台湾建构主权。所以台湾四百年来一直到日本在1915年将台湾人所有的包括原住民全体征服控制在手头以后，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啊，正正杠杠啊变成日本人的土地，而且在国际上有什么人民土地政府外交权，这是蒙特维多所说的这个国家的组织啊。所以台湾在那个时候才有主权 sovereignty 的建构了。那以前台湾没有一个拓殖地，一个殖民地。这个说到这个所在，我要跳过。台湾以前是殖民地没有错，以这个殖民地日本天皇那当时虽然土地是他的，但是人民呢还没有什么也要说日本话，所以他开始在台湾实施普及教育。所以1937年开始他做皇民化，皇民化是怎么用，就是说他是有给你强迫、哦、他是说你要读书、哦、义务教育。所谓的义务教育啊，是说政府出钱给你读书都不用钱的，那叫义务教育。中华民国的义务教育啊，跟义务你想看吗？在我小孩的时候，我还印象会记得我爸爸那当时是这个主任督啊，公务人员啊，公务人员我会去注册以后啊，我就要交一张单，好好创一个证明，然后我爸爸提回去找了后，他可以公务人员会去申请什么退会。你会记得吗？你没了，你到现在可能在我们的年纪、哦、应该还会记得啦。普通的台湾人交钱，公务人员退会，各位，台湾不是义务教育。你从剥削，你敢知影？你唔知影？你敢？伊讲公务人员讲来讲，敢那真诶咧？哦，我对公务人员真好，其实迄是不对的。那义务教育的所有人拢免钱，这才叫做义务教育了。所以台湾人从以前到大汉到现在为止去被剥削，这样搞不清楚。中华民国不止这样给你剥削呢，还有呢，我大胆再说你就听有。1949年12月开始给你做兵，各位，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，所以占领就不可以什么？不可以做兵了。你如果去征兵的时候，你做兵就是在服务国家，效忠国家，请问那个时候你效忠谁？所以他入来的时候要将我们台湾人改变，他台先给你教育说啊，我是祖国，我是台湾的祖国，中国是台湾的祖国啊，你来做兵，因为他的中国的内战，所以我们去做兵去防卫共匪。其实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美国跟他说了，1950年以后就不能说要给他反攻大陆，已经没了呢，但是让你去做兵，你想看看不能做兵，各位改变我们的语言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、啊、我如果说一句台语、啊、要罚钱罚卡啦，这也是不对，不可以改变主权，就是说不能叫你去说他的北京语呢。不过我如果说回来不能说北京语，今天没在我们全台湾到底是要说 台语还是要说日本话？那照法律来讲，我们都要说日本话，法律啦，我们等于是日本天皇的子民啊。但是我们的教育已经教我们说日本是很坏的，做日本人的殖民地，他跟你说你是日本的殖民地啊，我们听到殖民地就很善的啊，我才要做殖民地，我要做次等国民，我不爱 啊，所以有很多人觉得说、哦啊、林先生你说这样就不对了呢，我很讨厌日本的，各位，你讨厌也没有办法，跟他别说，讲你老爸、跟你老母、跟你囝、跟你生出来，恁囝跟你讲，我很讨厌你们当父母，
可以吗？当然袂使哩嘛。国家嘛是同款啦，你伫对生，你都要对迄个国家效忠啊。所以台湾的问题哦，伫遮尔啊侪年，让中国国民党将咱的思想改变，国家改变哦，已经哦，坦白讲哦，乌龙蛇多啦，就即句话啦，以前唔知影意思，我即马知影意思了。乌白讲啊，所有代志，伊拢有一个足合理的解释呢。敢若像咱亲像咱即马台湾的独派甲民进拢甲你讲呢，台湾有民主选举，实施民主总统选举，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。雄雄，你听到合不合理？吼、哦，好合理哦！自然演变啊，全世界有迄个自然演变为国家诶，都有民主。啊，有选举就是自，就是变成国家。你甲想讲，恁家嘛是安尼呢？恁家有民主无？有啊，恁老爸若讲哦，甲囝讲，歹甲规定，你著爱安怎安怎，互你囝较自由咧。啊，校长互恁用选的，安尼敢是一个国家吗？唔是啊，国家的定义，刚才我讲的，蒙特维多讲的，要有人民，要有政府，要有土地，啊，佮有外交权。台湾跟中华民国有人民无？我讲的人民是法定人民，有没有人民？有无？啊，咱讲袂出来，你敢那听尔，你嘛较有只反应嘞。台湾，哦，各位 ，no， 中华民国跟台湾拢无人民啊，没有法定人民，所以咱就变作无国籍嘛。美国给你判断说你是无国籍啊，在这儿啦，台湾没有人民啊，中华民国没有人民嘛，啊，中华民国真正人民为对来1946年1月10号12号用行政命令给你规定说，所有的台湾人为1945年10月25号开始那一天集体归划为中华民国国籍，英国跟美国宣布 NO，不对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有签署啊！你别当讲安这个观点，台湾人是变成中华民国国籍，而且这个国籍的归属无集体规划的啦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会记得无？无迄个集体规划的啦。说我别讲啊！哦，你看嘛，没有人民，啊有土地无？哦，这点你个较巧啊！哈，因为我一直去记得嘛哈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您拄啊开始嘛，讲大拢手呀，讲对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国宾饭店是带去国宾饭店的人诶，啊，大家拢买牙手诶。这个意思你点啊听有啊嘛？这块土地有够你台湾人无 ？No。这块土地有够中华民国无 ？No。旧金山和平无条无讲要交你中华民国啊。所以无人民，无土地，啊有政府啊。政府有，本来有。在1915年，日本将台湾的这个主权确定，这个主权建国以后，开始有国家，有日本这个国家。但是呢，后来建书却放弃。这等下我再来讲这个部分。所以台湾人无国家，现在是无国家，暂时无国家啦。啊，这嘛无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这个不是国家，伊是流亡政府，伊伫走来台湾是流亡，所以经过以台湾土地来讲，没有国际所承认的政府，没有人民，没有政府，没有土地，啊，外交权国家民国，所以哪有人跟你讲，啊，咱台湾呐、啊，1972年啊退出联合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唔对啦，台湾当时加入联合国。从来没有了。退出联合国是啥？是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华民国的代表团呐、啊。你啊看，这年来啊，恁今日上课恁知呀？台湾外口千千万万，真正搞不清楚的，搞不清楚讲咱的地位到底啥物呢？干那下边咱人别人画，你对你画，啊，家己画唔知，啊，你画到你家己袂去，你就还搞不清楚，啊，你欠人算钱啊？咱用要用出卖起来，恁知唔知？何什么人出卖？
不是只狗而已，我跟你说，民进党还跟我们出面的危机姐妹最近都有啊。1997年开始，洪其昌啊代表啊去跟中国去讨论啊，他说他跟国台办一个新奎山啊，你有看吗？你如果比较聪明，我有一本书有写到这个人，这个人他真有几个名啊，和我见面的时候他的名叫做邢运明啊，我十四届来头一摆伫只宣布啦。李登辉伫执政的时阵，有通过一个国家统一纲领有无？迄当还有一个副议长叫做谢龙胜，谢龙胜带我捌甲迄个人见过面，见三摆面。夏天到了。哦，见过三摆面啊，三摆面在什么所在？在汉城。第二摆到第三摆在澳门。我伫我的册内底，我有讲，连战选总统的时阵，连战选总统的时阵啊，伊的副总干事。竞选副总干事有去伫澳门，甲这个谢贤的见过面，我在场。迄当阵要求什么嘛？叫中国实施演习。所以朱镕基，迄人中国甲伊回答讲哦，演习哪有遐紧？你今日讲我明仔载演习，无迄个代，迄演习拢爱几个月前爱事先筹备。伊讲啊，但是不要紧，后日朱镕基要出来讲话，阮叫朱镕基讲一番较歹的话。你唔知会记得这个代志无？落尾朱镕基迄当阵宣布，2000年的时阵呐，吼讲啊足歹，有无？我感觉迄种表演，因为我拢在场，我拢知影嘛。迄阵安那哈你台湾人，迄当阵无爱互你台湾人登票，登互民进党，登互国民党。所以你不能想说民进党是台湾的 No， 它是叫做绿色的，蓝色跟绿色这两个都是代表中国，这是中国国民党，一个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因为中华民国民进党是为对来，因为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它规定说我们的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他们说它这条为了这条啊，我们有几次甲民进党，你要改，死都不爱改。啊，所以，甲你若死都不爱改啊，啊就无法度啊。我一定爱讲事实出来啊。啊，若无，台湾会去予中国，啊无就中华民国摕去。所以，今日民政府啊，台湾民政府的组织啊，就从此产生啊。咱嘛做甲真辛苦呢，各位嘛真辛苦呢，坐三工呢。他们说我以前坐到实在说我也很动不了的，你是三天而已啦，但是我们后面还有呢，因为还有十五届一直去呢，是啦，这是在那个台东的演讲，那当时台湾的地位啊，台湾的地位他们说现在渐渐所有的台湾人都已经知道，谁会知道？台湾人会知道，因为台湾人也很聪明，虽然报纸是统派中国派说很多话，但是台湾人爱用你的脑筋自己去思考，今天你在这里上课不是说我说的你都100%接受，不用，你爱思考，思考我林某某在这里说的到底是讲真还是讲假，还是我三日后白讲？我所讲的每一个代志，拢有条文，拢有合乎国际法。第几页我就听我甲你讲。因此啦，咱即马为止呢，我其实我是四五年前啊，我伫网络公开讲过，你啥物人会当甲我反驳我所讲的这个国际法、健全法的部分啊？我收山，
拢无爱阁讲。到今日为止，没有啦，无人我都甲我反驳啊。所以我真有把握，咱今日受训，你若转去，和你的朋友你讲的时阵，你会当用咱所讲的这些话，100%会当甲这些人反驳。所以我叫你爱提迄本《新台湾论》的原因伫这个所在。你只要若有人甲你问，啊，你无多甲回答的时阵，你会当拍开，你甲看内底拢有答案。第几条、第几页，上面都有啦。所以我才会甲你讲。其实那本书啊，即马不是讲干那介绍恁看咧，含日本政府嘛伫看咧，含美国的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，尤其是这个美国的国务院，即马有一个台湾小组已经成立咧。每一摆我那文章一个出来，因咧台湾小组有十几个人啊，啊我哪会知啊？吼、哦，咱真好运咧，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成员的孙啊。原来是美国籍的，啊，真优秀啊！国务院给他叫去做台湾小组啦。哎、欸，我袂讲伤多，因为这个有些身份哦很敏感，所以我袂讲伤，因为讲伤多人会去查，因为迄无几个，十几个尔。但是我甲国务院讲，我所讲的这些话啊，消息来源非常丰富啊，台湾。既然说美国有这重视，美国既然已经知道说这个秘密已经给我们破了，要给我们骗100年、60年给我们破了，美国已经还跟我们协商了，要不然现在你要怎么做？坦白说，刚才开始跟我说，我也会怕他，现在我越说，我越大尾，因为我不知道越多。哦，恁收到啊吼！因为我若大话，恁就大话。我讲吼，一切依法办理。啊，那依法办理真简单嘛，你照国际法嘛。我无反对你甲我占领，我证书你嘛。我的老爸、我的老母、我的阿公、我的阿嬷无能力，我证书你，我予你通知，会使。但你当甲永久通知无？No， 你见面总有一天爱甲离开。伊拉克、美国甲占领，啊，伊拉克人去甲反对，啊，美国在底甲占，占几落当了才撤走。伊占到啥物时阵撤走？伊拉克占领时，美国犯了一个大错，就是将伊的警察全部解散，要求治安逃去的。所以治安逃去以后啊。伊拉克本来你若讲五年会当撤军呐、啊，无要撤军，变做时间会较长。咱台湾，我今嘛故意讲，咱台湾今嘛开始，咱要照战争法、照国际法、万国公法，甲美国要求，因为迄当1950年，你联合国内底有一个决议，有讲要予台湾自治，这个公文到今嘛危机啊，我讲真少看到。伊不爱公开，予你知啦。伊讲要予台湾自治啦，是安尼要予台湾自治，因为台湾今日地位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啊，所以这个演变有趣味哇！你从来不知道啊，你就是讲咱要阁是日本的殖民地呀、啊、？No， 日本天皇1945年4月7日发布诏书，予台湾人参政权，予台湾人做兵。在国际法内底规定，这块土地这些人拢已经变成日本的一份子啊！你无爱嘛无法度啦，你不肯也没有办法。这是万国公法内底规定啊！啊，有人讲哦，哎、欸，天皇这个诏书是毋是你林某某伪造的？我都是天皇讲，我要伪造，所有的大臣拢签名呢，日本天皇对因啊呢，过去。这个文件拢甲你砍掉咧，无爱予你知啊。我嘛变出来，自从这个诏书甲变出来了，坦白讲啊，美国的态度软落去，日本的态度浮起来。日本甲即马外无性啊，遐推阿面的啊，雄雄才知影讲，哈，台湾是我的，我美国亲情，
我们有台湾。我讲稍等，人美国人甲你防治甲真好。马关条约，皇帝对皇帝，是台湾的所有权交予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则交予内阁，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较奇怪，伊有天皇制度，有天皇，啊有政府，所以有两个组织。日本天皇有所有权了后，伊这个所有权则交予日本的政府啊，去这个做管理。所以伊每一摆伊做这个内阁首相的时阵啊，天皇爱甲伊召见。袂当免的，一定要召见的呢。台湾这个土地首任啊，就是华山之计。日本政府有甲召见。台湾拢总有19人的总督啦，最后一人叫做安藤利吉啦。安藤利吉，日本天皇有甲伊召见无 ？No， 唯一。日本政府、日本天皇无召见安藤利吉，是安那无召见？因为迄个时阵，日本就已经决定即个实施日本天皇即个发布这啊，安那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台湾就没有总督了。台湾变作爱有啥物？甲琉球同款，叫做知事、知事啦。啊，知事的人民是啥物人？人民诶，内阁总理啦。啊，恁听有无？这法律就是拢安尼啦。内阁总理可以任命知事，啊，这个总督是要天皇直接任命呢，殖民地嘛。所以有的人讲哦，无可能啦，日本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，甲1945年4月7日，迄个天皇的时阵才4个半月尔啦，啊，时间迄尔短啊，所以无准绳啦。各位，你哪里甲恁太太结婚呢？昨晚结婚了，登记好啊，你今日避免讲哦，咱昨晚结婚的无准绳，你若无互恁太太甲巴你，我就随在你。他会使讲迄无准绳，国际法内底一天实施嘛有准绳，奈无准绳。我毋是讲我爱做日本人哦，你也听清楚哦。所以所谓啊，演变到这个条约哦。不是只有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用 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1947年的四月份有一个意大利和平条约，因为意大利也有参战，你知道吗？意大利德国都有，也意大利条款的23条一啊，写什么呢？哦，很趣味啊，23条一啊，以下意大利 renounce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。你听有无？我再讲一摆。23条，意大利放弃全部的 right and claim to Formosa， 甲台湾欠好去一个所在咧，有无？我再讲一摆，你听有意思吧？放伊无写 claim 啊，没有错。日本放弃3个，日本政府啦，别当讲日本啦，日本政府才对啦，不是日本啦。啊，意大利放弃2项，是安那？一个放弃2项，啊，一个放弃3项，这个 claim 啊，意义重大啦。你若有主权，有啥问题的，才有迄个放弃的物件呢？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所以要放弃 claim， 伊是台湾的，是日本的领土啊。世界甲你写伫遐，你家己台湾人看无？看有可能无？这篇文章。您今日回去，明仔载您打开台湾民政府的网站，这篇文章我会打在顶面，上新的文章啦。其实我后边还有很多文章啦，但是我不爱一遍重大，我一遍重大你会火气。
明仔载迄篇文章的题目是啥啥？台湾和日本有可能变作 Commonwealth 联邦无？可不可能？我跟你讲，1950年旧金山和平条约要签的以前，联合国的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写这点。后摆要让你跟日本啊变成 Commonwealth， 啊台湾要自治啦。什么叫自治？自己管自己的。我不属于日本，所以主管对不对？自觉不对。主管是联合国76条比77条啦，那是殖民地。但是台湾已经脱离殖民地，变成领土啊呢。所以台湾合乎联合国宪章的73条啦，主题啦。啊，有人73条跟76条差不多啊，差侪嘞啦，无唔对啦。各位，你讲台湾复杂无？复杂啦，真正复杂啦，册爱读足久的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刚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送给啊，迄个国际、迄个国际、迄个伊个国家档案偌悬，你知唔知？我的人虽然无悬啦 ，AA 啊，我两个人悬啦，内底拢写英文嘞。我一旦讲哦，我读大学吼，讲起恁不爱相信嘞。我读大学无伫读册，真正头脑足好个，我无骗你。我四年真正课本拢新嘞。毕业以后，课本拢照新册伫卖，拍对折伫卖人啦。安尼我嘛是毕业呢。我无伫讲好笑，我真正读册啥物事？这个时阵真正伫读册。我这爸爸，我甲你讲哦，当然我这个讲法哦，这唔通互你个囡仔听到。哎，我若照我这种个哦，囡仔拢会落地，我无骗你。我真正读册哦，这世人哦，真正。这几年哈、非常认真呢，真正我将我的头壳发挥到淋漓尽致是这段时间呢，啊，过一段时间是初中三年啊，哦，初中的三年有认真读啦，所以我的条件中呢，我的数学拢100分呢，国小毕业考初中100分呢，啊，初中毕业考高中100分呢，喂。那不简单，这个拍破你不会拍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也很好跟你说，我没调第一志愿，我说那天注定的，我的化学考15分。那时候建中有历史以来，不然我考上低，我15分能考33条，一条3分，总共一条4分。哦，所以15分是绝对唔对嘛！我用倒手踢啊，吼，都不止15分呐。啊，我迄阵吼，我甲迄、那个，我讲这不要紧啦吼，3分钟就好，卖手骨。我甲迄监察院抗议啦，我摕建中的成绩，我老师替我写，我这个囡仔哪有可能考15分呐？迄绝对吼，连迄连招的哦，绝对唔对啦。哦，连招的嘛，真正，哦，迄阵哦，连招就我考这段吼。蜜蜂呢？啊，上来监察院呢？哎，当有一个监察员叫做陶百川呐，我还记得，我写批给伊，啊，叫去，啊，你来看，我去看，我看一秒钟，我就鼻仔蒙的出来，安怎讲？我一个看，我第一条甲第五条写到第6条开始拢差一格啦，你听有无？第六条开始，哎，奇怪，我甲你讲，我真正，我安尼。目睭一直看哦，迄当阵奇怪，我有检查过呢。安尼15分啊，5条，丢5条呢。即世人考遐上届加分就是迄摆啊。安尼哦，我调高一又学去啊。啊有闹无？真正就闹，我无骗你。你卖拍破，这我足见识。所以我吼，我伫高一吼，我真正无伫读册。所以我的同行哦，到即摆还佮你阿笑。啊，你我以前我毋捌看你读册，真正我现在毋捌读册啊。所以我高一阵我就做股票嘞。所以是算起来我想着哦，我气人哦，足侪足趣味代志。啊，你啊，我做补习班，好啊，
我是办了如鱼得水，赚足侪钱。当然啦，我去日本读的，啊，我日本时读的，我读法学。我喜欢来读法学，因为建中哦，二十三班内底哦，干那两班，一班侨生，一班台湾囡仔吼，去读文组的。啊，咱咧推下面咧马英九吼，就是侨生迄班的啦，伊读文组的啦。啊，伊高一吼，三科无及格，数学四十八分啊，未当补考啦。因老爸利用关系哦，让伊补考啦。哎，我讲话负责呢，我甲伊讲解呢。啊，这个代志吼。有啦，有一个叫做起源，叫简于晏呐。唔知甚物人甲讲讲，哎，啊，那有人甲讲哦，你讲马英九降级的吼，啊，听讲伊高音哦无及格吼，有影哦，我有影，我作证。啊，你无你建中去查迄个啊，做成绩单，爱、啊、真正去甲查呢，啊去查吼、哦，要是哦建中甲你报，建中甲你改做啥？除非本人哦可以看他自己的成绩单以外，其他人都不可以看呐、啊。安尼，个脱退一关呐、啊。所以你甲看吼，马英九啊，真正是袂晓读册啦。尤其数学四十八分这款的、这款的人哦，啊，伫三流的伫统治咱这款一流的。啊，伊的大项吼，伊考条有条淡江啦，啊，佫加伊侨生嘛，佫加分啦。啊，所以马英九带着食着这款这个甜头以外，你甲看伊即马开放中国一千名啦，入来予咱台湾，后摆咱台湾人真正。永永也英英世代啊，拢系中国人甲你通敌啦。伊要循着伊的路线啊，遐来即保送，伫咱台湾去读这家啊，伊个甲伊补上啦，补上建中啦，补上台大啦。啊，台大的法学系伊入去以后啊，全部的台大的法学系，干那一个人考袂掉律师的啦，名叫做马英九啦。迄个怕啦，我讲我个看伊袂起嘛，哈佛法律系毕业的哈。敢那一个人考不掉美国的律师啦，名叫做马英九啦。我讲是实在，我负责啊，我伫公开呢，恁两万人伫看的呢。你看阮，你台湾拢偌可怜啊！台湾人实讲哦，台湾人头脑拢真好。啊，日本人唔知我即摆讲的啥物啊是安怎，袂当怪伊啦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哦，遐精英拢渐渐消失了了，啊，若无渐消，拢改自杀啦。啊，纯正推下面的领导日本呐、啊，啊，咱台湾嘛同款呢。1947年二二八，台死十几万人呢，迄种精英呢，所谓医生，你看迄个日本时代啊，头脑也较好诶吼、哦，爸母拢甲你讲，叫你去读啥，读医生啊。迄当阵拄啊开始殖民地嘛，啊无唔敢互你读政治系啦，唔敢互你去读迄个法律系啦，诶，咱的总理啊。咱的国务总理蔡宗吉啊，政治系呢，这了不起呢！台湾就是爱这款的人才啦，对，甲拍破对。所以我安尼讲吼，咱的总理吼、哦，是你甲想看卖啊？伊做农民呢，伊甲你做新呢，甲即摆去做新呢。我甲你讲吼，坦白讲吼，迄即款精神吼、哦，我伊若讲甲爸爸若讲到这吼、個，我拢足见识安那呢。我一世还拢遮无钱呢，啊，世我足有钱的呢，所以我拢若讲哦无钱，我拢唔敢甲人讲诶。你看我读大学咧做股票，阮老爸老母给我钱诶，啊，所以呢，若讲到这贫穷哦，我拢点点，但是哦，我嘛咧想讲，诶、欸，台湾爱改变啊，遐对遐有钱人哦，遐税金爱甲扣我较重咧，啊，一个人送你一间厝吼，遐是咱的政策对不对？但是呢，那收济厝的吼，嘛袂使的啦。你其实你唔免遐济厝嘛，对不对？你都有够大，啊，卖讲用厝吼，啊，坐到厝的，啊，你租人，啊，你扣迄个租金，迄种不对呢。迄后摆租金吼，政府爱甲你对分呢。你哪会当利用这个啊，做人无厝吼，啊，你讲迄叫做剥削了。所以后摆吼，我相信台湾民政府吼，那执政其实无偌久啊。会执政，我跟你讲会执政。啊，你来知影，有迄个征兆，我昨昏做梦有想过，其实假啦，唔是做梦啦，实在是吼，我有消息来源。所以在座各位，做尤其是做民政府的组织的成员的时阵吼，你来会记得我跟你讲的一句话，千万唔通贪污啦。
啊，政府给你的生活绝对有够额啦，唔免贪污吼，啊有够额，啊你的囡仔要读册拢没有问题，你培养你的后一代嘛是同款会将一日大汉起来，你卖一直讲我都一定要提偌济钱，赚偌济钱，迄拢无效啦，或者讲政治啦，啊未讲完。咱头先讲到，啊，我知影，我讲到差不多是1945年，伫迄个时阵上乱的迄个时阵啦，吼。1949年，咱开始做兵，蒋介石1949年11月7日开始啊，迁都台北，迁都去啊嘛，因为10月7日去予共产党给消灭，正式消灭，伫北京宣布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咯。毛泽东讲的，你的帽子，我送那个帽子吼，顶冠那个一粒若扳掉，甲伊的有小可同款啊。但咱的无相共，咱佫加一条啦，有啊，吼，咱佫加一条。毛泽东的无啦，嘿，伊无钱嘛，咱有钱。所以我就要甲你解释安尼，我是惊讲恁出哩吼，有人讲，恁戴迄毛泽东迄种帽子，你讲迄无同款啊？咱有加一条，佫加一粒嘛。毛泽东占领，以武装革命将蒋介石给赶出来以后啊，中华民国在1945年的时阵啊，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，伊的根据是啥？是1945年的9月7日，一般命令第一号，由杜鲁门签署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的第二条。伊讲叫蒋介石代替民军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。投降这两字在战争法内底啊，表示 nothing， 什么都不是。投降这两字，因为战争法你会记哦，战争法内底无写 win lose， 就是讲胜利或者输，没有。伊干那讲啥 ？conquer， 征服。国家嘛爱忍住咧，什么人爱去形容讲我战术 ？No， 我被他征服了，哎，看真好听咧吼。啊，我被他战败了，敢那战败，敢那无民主啊。所以战争法内底啊写甲真好，伊用这个慷慨征服美国，征服的日本。啊、咱台湾因为是日本的一部分，所以美国征服日本，美国嘛是征服台湾啊。所以日本投降，台湾投降，同款的意思。迄个时阵，当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讲无条件投降的时阵啊，伫台湾的一寡学生囡仔，拢流目屎，拢哭。但是我真少听到台湾人自杀的呢。可见讲吼，人日本不爱，让你台湾人变作马上变作日本人是有道理的呢，因为你还没有受到日本天皇的迄个洗礼呢。啊，日本天皇将32000名的台湾兵的灵位，给供奉伫靖国神社。供奉伫靖国神社的意义代表啥？代表在那个时候，台湾人确实效忠的对象是日本天皇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时点，台湾的英灵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是对的。当然后面先卖说你原住民跟他战争了，现在电影在叫做塞德克巴莱啊，诶，迄个战争啊，迄是无风事件啦，1930年。当然啦，电影一定会较夸大，但这个电影啊，中国上头甲你赞成咧，哦，很好哦，台湾拍的哦，反抗日本，好棒哦。诶，一个看看哦，民粹变咧，夭寿哦，这互你演咧甲咧，我即嘛，我即中国人哦，要去甲台湾战争哦，无人要去啊，遐尼啊歹啊。原住民这么派，哦，这么勇敢，啊，台湾卖提较好啦，其实无唔对啦。
台湾人吼，虽然是日本迄阵甲咱笑咱三件啦，奥多新兵啊，第四任的迄个啊做行政长官呐、啊，后藤新平啊，伊讲台湾人甲伊，敢那一句话就甲你台湾人真正叫怕死的，要台湾人爱钱，惊死，爱做官。哦，我感觉吼，这句话实在吼非常经典呐、啊。你会惊死无？你会惊死无？惊死啦，无唔对啦，我嘛惊死，安奈袂惊？爱钱嘛？哎，哪奈不爱？我要生活较好个啊！爱做官，我就无爱做官啦。欸，我真正无爱做官，我甲你，我昨日甲你讲过啊。我嘛调国代呢，薪水嘛有呢，但是我无领薪水呢。300个国代，敢那一个人无领，叫做林志升呢。欸、这对啦，这来拍破啦。当然啦吼，这钱不是恁的啦吼，是我的损失嘛吼，啊是无唔对啦。我因为吼，我知影这论述以后吼，我对中华民国是真正看伊袂起的。我刚才想讲中华民国要安那个提掉啦，啊一定个提掉的啦。虽然吼，即马还阁唔知影这个论述的吼，诶台湾人还阁占规半以上啦，但是我相信免偌久啦。啊，美国嘛，你甲恁斗三工啊！啊，我甲恁讲的消息就是讲，到今天为止啦，美国的军人伫台湾呢有2000多名。到年底，美国的军人会到达10000人。美国的军人一摆对台湾是好还是歹？当然是好的。但是呢，咱台湾的文化和美国的文化，台湾人爱教育啦。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啦吼，我讲这个无啥物其他的用意哦。美国人伫台湾的时阵啊，伊若去酒吧、去夜总会，他即摆毋是叫啥，因为我毋捌去迄块选择所在啦，就是，迄内底有咧啉酒吼，啊，查甫拢有迄种的。啊，美国人的习惯就是，我若请查某囡仔啉一杯酒，迄查某囡仔，伊就要家己带出去。啊，出去要创啥？恁大家拢知影，迄是美国的文化。啊，恁台湾的文化是无同款呢。台湾的文化是讲，你请我啉酒，迄是你欢喜甘愿的啊。啊，系啦，迄个奥巴马要落来，迄个小官的。所以像这类的吼，这类的代志吼，我是你感觉讲，年底也是明年的年初以前哦，这款的教育，我可能爱写文章哦，互咱台湾人所有的人拢知，一寡文化无同款的所在，爱互咱台湾人知影。啊，若无吼，后摆吼，即马纠纷很多啦。即马你若酒甲啉落去吼，迄杯酒甲啉落吼，伊会甲你揣地的时阵哦，啊揣你甲告啊，告伊强奸啊，告啥吼？啊，这是文化上的不同产生。无同款的行为，所以美军入来吼，你若好好相处，也是照双方哦尊重对方的这个文化吼。你看美国即马伫个琉球嘛是发生这代志啊，所以像这款的代志吼，一定要先讲个好，安尼无先讲个好啊，真正一天到晚发生这代，啊，伊若发生这款代志，报纸足大片的。中国人上爱利用这个毛病，因此呢。我就你讲，嘿，即马美军要入来吼，这方面吼，诶，教育吼，伫台湾这方面的教育，爱可能爱增加啦。啊，若无吼，纠纷一堆啦。啊，但是美军若入来，你得当表示讲一点，虽然即马伫个逼，喂，你也甲，你也当来占领啊。啊，我建树你，我欢喜甘愿，你也甲占领我的所在啊。你也替我将中华民国甲赶走啊。即马美国政府已经答应讲，叫咱申请身份证。这个身份证，我估计啦哈，11月1号，台湾会摕到第一张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第一张，不是咱家己要办的哦，是美国有关单位叫咱出的。这张身份证不是台湾印的哦，是美国政府印的。
啊，这张身份证要创啥？有的人会问了。啊，是用咱申请这张身份证要开1000块。哇，你民政府在赚钱，你不是讲好恁偌千哥拢无要赚钱，啊收1000块？我讲讲这句话的人要有良心呢。到今日为止，美国政府有讲要予咱援助，但是真正的资金还袂摕到。安怎讲？因为咱的组织啊，州政府、州参议会、中央内阁、中央的参议会、准市体、康体甲市体，拢还袂做好啊。比如讲，我要予你钱，刚甲恁讲几下摆呢？我们全愿意拨给你们呐、啊，含金额都甲你讲啊。但是你要有人来接啊。啊，有诶讲啊，咪先拨好阮。美国人哪有讲先拨好你诶？我先予你钱摕开价，那拨好你就讨袂转来呢。你想拨好你，你要行伊无？你开无完要行伊无？绝对唔会嘛。啊，中国人就上到这套诶啊。为三为四。都要把你消化掉。蔡吉元总理在做那个财政局长的时候，他就看那个单位就是这样，那医生啊、用的员啊，什么人都把他开掉了，同样嘛。美国说你们就要有这个组织的人员都有，你名单报来发，每一个人都来受训，我钱报给你嘛。你不能说家己都还袂好，所以美国常常问讲 ：“Are you ready？ 恁准备好未？”我拢唔敢回答诶。4000名啦，美国要求4000名啦。咱到即马训练偌济？900名啦。哦，我想着讲3100名，我来困咧几啊工哦，吼、哦，我都脚尾都冷咧。敢袂讲咱一摆咧来超100个，安尼较简单，30余摆就甲解决。但是你卖乌白介绍哈。我甲报告伊拜托啊，啊，咱后摆虽然贪污是死刑，啊，我嘛咧想讲吼，后摆卖有监狱啦，拢卖监狱啦，哦，啊，倒来欢喜咧，哇，欸，啊，要做歹代志吗？啊，卖够，啊，看有一个出台办法啦，啊，别讲出台卖拍破啦，你拍破就讲我咧好啊，我咧偷摕物件嘛会使，你拢袂甲关，歹势哦。那你用鞭刑啊，鞭刑你们知无吼？哈，新加坡一套啦。我跟你讲吼，哦，对啦，这拍破就对啦。我讲吼，迄鞭刑是安怎？你知嘛？摔下去吼，要甲你摔以前，医生爱徛伫边啊呢。迄摔下吼，你知影尻川片是2片嘛吼？摔下去会变做4片。我甲你保证，绝对变四片。哎，咱家冇医生啊。你问医生看我讲的有影无影？咱即马吼人才足多呢，不只是医生来受训，将军来受训，检察官来受训，咱即高拜，咱即人才济济呢，真正人才济济呢。所以用这个鞭刑吼，因为我是感觉讲吼，教官爱搁甲你饲吼，吼挡袂牢啦，无必要啦。都若讲一个月吼，摔一个，你唔通讲摔一个呢？迄摔一个吼，等伊出来吼，爱拍咧困拍一礼拜，上无一礼拜，啊无爱一个月，啊所以若安尼甲算起来吼，若甲你判刑吼，判一档的时阵哦，啊摔12个，啊12个袂当一摆甲你摔哦，哇，含这个我唔知有这张呢，你有看哦，这真好，啊吼，我是感觉讲吼，一摆卖摔伤济啦，摔5个以内啦，啊若摔5个以后吼。一个月、2个月以后才过来，我跟你保证讲啦，摔一摆以后，伊就跟你拜托讲，买我绝对袂犯法啦，我来规矩啦。因为我看的迄个报道吼，足侪啦。你唔相信？那用这个吼，安尼我免跟你饲，你就爱去食家己，哇、哦，真好。啊，你要犯罪，你做你犯，我用摔就好啊。后摆这个监狱拢变作观光，甚至迄个监狱拢变作5星级饭店。欸、我不是在講笑啊，咱若接款，我一定要安尼做。我一定要甲咱的司法人员啊，甲拜托。啊，若安尼哦，台湾我相信治安非常好啦。啊，但是贪污哦，无要变形啊。
贪污绝对用您讲的迄、那个，迄套啥？哎，所以袂记咧呢。枪毙啊，迄是您讲的，唔是我讲的吼，对不对？你若这样为着家己的利益拢点点，你看，是不是啦？莫安尼啦，为唔是讲家己的利益啦，唔通贪污啦，真正唔通贪污啦。你有厝啊，有薪水。啊，要去对固定一礼拜工作五工、两工的休困，要去对就去对。啊，你贪污要创啥啦？我想拢无咧，你贪污要创啥啦？不要贪污了啦，哈、哦！因为我甲看看，我时间哦剩十分钟尔，所以我要讲一寡搁较紧的，讲一寡较紧的吼、哦，要甲各位介绍咱头前这机啊，这机啊。诶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但是即马美国发咱身份证又改变了嘿。迄、那个台湾哦，迄两字已经改做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台湾改做台湾 government， 台湾政府。啊，台湾身份证改做台湾身，诶、欸，台湾政府身份证。哦，听到讲美国要要求咱改哦，咱的内地吼，大家欢喜噶啦，真正吼足欢喜的啦，美国有进步啦，啊、哦，真正美国有进步啦，所以。啊！伫即个九月初三，美国政府已经正式宣布讲接受咱申请。啊，恁放心，恁会当申请，我嘛要申请嘞。当然吼、哦，我申请嘛不一定是第一件嘞，可能爱照排。我即摆唔知排第几件。即、這个啊，二十一啦。哦，我袂当特权啦，不过是安尼啦，拢同时刚收到的啦。啊，这同时刚收拢无差嘛哈。啊，所以收到即个证件要创啥？马上去甲办签证，讲你要去美国。我甲你讲，唔免 interview， 因为我有甲美国讲啊，啊你身份证发好啊，啊台湾人甲你讲，我嘛倒边嘛有一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，我爱两张要死哦。伊讲安尼啦，啊无你摕这张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吼，唔免签证来好唔好？我讲唔免签证是伊甲我讲的呢。哦，等下。唔免签证，啊！你爱写文件好啊，啊！无即马台湾人偌头脑偌好诶，一讲干嘛讲？啊！你摕出证明来啊！讲美国国籍，我安尼啦，我宣布讲不用 interview 啦，啊！但是最后吼，唔免签证，我无甲伊讲，最后不用签证，不用签证啥物意思？你知毋知？琉球当时啊，美国甲脱管诶时阵啊，伊发诶军事政府管辖下诶即个身份证。护照哈，就是唔免签证入去美国个。我啊琉球会当安尼，我也袂使。我唔是你占领个吗？伊拢印花袂出来。啊，所以一步一步用法律伫个逼，逼到伊也无多啊啦。啊，即卖呢，佫逼吼，伊敢最后我会讲，今日要结束以前，我会甲各位讲，今年年底、明年个年初，台湾会发生足重大个政治事件。我甲你讲这，互你听。但是其他我袂当甲你讲，大家就好啊。啊，无要紧，你拍较少个无要紧，因为哦，我无甲你讲事实是啥物代志要发生嘛。但是呢，可能啊，明年个选举停了。啊，你这拍破我毋知影意思是啥，因为其实马英九蔡英文袂调嘛，互你选嘛袂调啦。你用你来讲安尼，你敢知影我讲个理由伫倒？五都选举，民进党伊宣布讲赢40万票，有无？其实敢有赢400万？无啦，杨秋生415000票的七成甲八成是拿军转互伊啦，占30万票啦。新党甲青年党加起来有70几万呐，啊，哪会甲算算的？民进党有赢无？没有啦。啊，你甲看。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南投、彰化、嘉义、云林、屏东，迄个，我知影啦，你住台东一定爱讲台东啦。我有哪台东，因为迄种一定输的嘛。即几个所在加加，拿军比例列军啊啦，较济。要赢伊倒。含即马讲，迄个宋楚瑜都敢出来啊！啊，出来民调，马英迄个蔡英文要去输几啊趴，输两三趴，
绝对是差有够远的啦。啊，你看台湾人看偌可怜就好啦。啊，若宋楚瑜卖出来吼，今日若讲卖出来，啊，你看台湾人，迄、那个民进党差几趴啦？上过差10%以上嘛。啊，大家要你受民进党这种的宣传、这种的教育，啊，搁你转袂过来。今日若要真正要选，就爱安怎？拒绝选举，予投票率降落伫50%以下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爱出来，我唔爱接受这个中华民国天统治。波罗的海三小国，当时嘛是同款啊，苏联占领，伊替伊办选举，波罗的海三小国，所有老百姓站出来，不选举，投票率30%以下。了后，波罗的海因遐民政府家己出来，家己办。高雄全世界的声音，罗伯苏联也的声音，我们和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我们就不如了。我不要说那个，说那个就整百度会，不要说太多，我来说那个机啊，道平那机啊，那叫做来那个给他打开一下，这个是台湾民政府的机啊，六颗星星代表什么？代表说六个州，那个蓝色的星星代表啥？迄代表美军呐、啊，那个是美军呐、啊。啊，台湾免讲，你就知影。迄圆的红色，迄个代表啥？日本啦、啊，台湾为日本出来啦。这个加上何话，你知无？美国甲咱建起啦。伊画安尼的时阵哦，我都想无咧。但是我想想，咦，这个红的，甲日本旗差不多呢。啊，尤其佮上迄两张图，吼，咱的时阵，吼，两百图的时阵吼。看到日本的天皇那个吼，啊，讲伊拢不爱甲你讲台湾哦，爱甲你去找哦。啊，我嘛算真巧，我有找出来。我呢，台湾这个土地，我日本天皇的土地嘛。来，好。即嘛，这支啊，和咱迄支差不多意思，但是这支送给咱的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甲国防部给咱的，叫咱讲九月初八，去年九月初八啊，你办酒会时爱摕这支去。伊敢答应 ，AIT， 那美国入去大个时阵啊，这支机啊一定升，但是还未升，叫咱先升，好吧，好啦，好啦，嘿，这支啊还未升个时阵叫咱先升，迄个星星一个，迄个长长迄个吼，迄代表美军呐、啊，军事占领呐、啊，代表美国军事占领台湾呐、啊，叫咱伫这栋大楼。先升起来，同时美国的卫星定位会定位咱家，甲咱保护啦。你啊看，遮遐警察人员，自从遐三支旗挂咧，咱的门口三支旗挂咧，警察唔捌来安尼。看到美国旗，国家退伊嘛，知影讲啥物意思？代表讲，遮是美国的 property 的。美国的财产啊，啊那，你要来嘛？我无咧惊你啊呢。吼、哦，我昨日我有甲你讲迄个 USMG 迄个车牌的代志，同款的意思啊。所以今日美国政府送你一支旗啊，我嘛要甲你要求，你家己爱去准备两支旗啊。迄两支，一支就是民政府，一支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旗。啊，你唔通用德国拜托。你唔通讲好，安尼美国讲啊，做美国政府卖用德国，安尼迄两支我用德国袂使啊，较尊重嘞，迄马上是咱的国家呢。这三支，我要求咱的受训的同志、同仁、同心，恁哦，薰啊减食两包啦，买转去啦，算我甲你拜托啦，无人去赚你的钱啦。啊，迄两支等于要创啥？爱挂出来啦。美国吼、哦，伊若伫迄个卫星伫看的时阵哦，哇，挂遮济啊吼，可以。你有诶买，等于讲甲藏诶，讲啊，按美国来登陆的时阵，我才来提出来，欸、拜托诶啊。这三支旗，我搁讲一摆，拜托，开一撮钱尔啦。啊，你等于吼，你不一定爱买即个有迄老鹰诶，迄个旗哥咧。你去外口买嘛，嘿，外口买吼一支无迄、那个。无迄个啥，无迄个老鹰哦，是迄个圆的金的吼，迄一支马上400-500块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咱遮是第二级学员哦，
去科比啦，你别当甲买这呢，咱这是金的，是金属的金属做的，这是美国国防部哎，美国啥叫做内政部荷兰的啦。但是我一只这吼，这个是塑胶去科比的，这较俗，啊你买这都，啊你别当甲买，迄当阵有几支啊，迄当阵我唔知啊，咱楼卡咱的服务人员拢改卖掉啦。我讲你卖对象，我卖这個，我卖一千块啊，我卖一千块啦，吼吼，安尼一千块较贵啊，安尼好啊。我讲你起笑哟，你即马两千块你卖袂转来。我讲你唔像你讲，我卖西卖黑啦，你爱卖这种的袂当卖黑啦。黑甲卖真枪，这种的卖四百块啦。各位，拜托你买四百块就好。咱因为总部吼爱用这种的金属的，这是正版的啦。啊！但你若用迄、那個，你伫恁兜挂出来，嘛就非常的水呢。乃讲迄机位着走出来，啊，老鹰那有迄种的图案，你伫外口绝对买无。所以这两支旗啊，我是希望咱所有的受训的学员啊，转的时阵会当摕转的。但是歹势，我无钱啦吼。啊，我有钱，你讲哎、欸，啊你无钱，啊你唔是讲啊你真有钱？我坦白讲，我一个月八万块啦，因为我这名吼挂伫。我家的公司裡面，我沒在上班，所以我小弟有時候會跟我說，哥哥啊，你不然你也回來這裡上班一下，我說我不能去上班，我如果上班，我們會冤家，因為我也算很白，我說，我就固定領錢，我一個月領八萬塊，如果送你的帽子，那一定五百，我差不多一個月平均差不多，差一個月我要用五萬塊买帽啊，给恁呢！啊，买帽啊，给恁啊！我来吃馒头呢。我唔是讲笑嘞，讲笑嘞嘞。啊，所以恁来珍惜啦嘿。因为我嘛是感念讲吼啊，啊，这些台湾人推推啊，恁这在座拢这巧哦，也来受训啊，所以送给恁帽啊。因为讲吼啊，无你卖讲哦，五千块交五千块啊，三工两啊，其实民宿。带两阿妈五千，啊，够你吃十顿嘞！是你赚到啦，你赚到美国政府什么人要美国政府要送你机啊？没有呢，马英九告美国人送你机啊？没有呢，是你有呢，你比马英九比较伟大。所以你会感觉，我摕到这支机啊，我很有自尊心，很光荣。所以拜托各位，接领机。甲军政府这两支旗，你也摕转来。啊，有个人吼、哦，看到这支啦，这吼、哦，头拄仔迄个咱的郭牧师吼，郭牧师你甲我讲吼，伊本来买两支一支五十块尔啦吼，啊这本钱啦，这本钱啦，这含这个底座安尼五十块啦，伊讲伊摕两支咧，那朋友若去伊遐吼，转去吼，迄两支旗也都无去。过来，朋友过来，搁买两个，搁可能搁卖。我啊，麻烦啦，一摆买十支啦。哎呦，你个大姐标志讲哦，每次只有能够拿一支。我唔是讲笑，我讲起来，迄人底下你甲问看卖啊。啊，吼，你拿迄个办公室哦，佮放一个美国国旗哦，很了不起。啊，我的时间搁在十秒尔，最后要甲各位讲吼。跟他上两节课，讲你就捌台湾 ？No， 你爱买册，你爱上网。明仔载我要打迄篇是非常的重要。迄篇内底，我有甲讲一寡国务院内底所讲的遐代志，包括讲杜勒斯当时除了甲吉田茂去讲话以外，搁去找。天皇私下讲话，含天皇讲的什么话，我伫文章内底嘛有呢。啊，这不是我家己去掰呢，是美国的国家档案内底所写的。啊，这拢是事实。所以台湾演变到今日，坦白讲，我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今日上课要到这个所在结束，但是。咱卖下课，咱马上吼，咱的总理吼要和咱讲话，讲话了后，上界重要，你还翕相。
你无采，你三工两暝坐伫遮，坐到尻川尾拢凉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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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气吼。上迄个翕相啊，啊你翕相要注意吼、哦，你迄粒头啊，迄、那個、红仔面哦，爱看会到啦，因为这相片我寄予美国呢。有一摆吼、哦，咱就一个罗主任啊，两个囡仔来上课，上上讲诶，讲要下课要翕相啊，未记哩讲去整理行李啦，整理甲翕了吼，伊、哦、才来啦，我讲你无带，你后悔再来。啊！伊就苦苦啊后悔哦，为这台中哦，搁坐高铁过来翕相，迄巴肚的翕相，敢若翕一摆尔。所以等下三点二十加半翕相，爱参加，唔通袂记哩。哦，啊那女士吼、哦，啊要画哦较水的嘛，没有关系啦嘿。啊，男士吼、哦，啊穿好较整齐的，安尼好冇？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。加坐，起立，立正，加立，加坐。啊，咱议长啊，秘书长啊，各位长官啊，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。啊，两天半的时间在这个所在。即摆是最后一个阶段吼、哦，我希望用十几分钟，上加二十分钟的时间来讲一寡我的看法感想安尼。啊，昨日我最后讲到讲，咱这个政府现处时的伫中华民国体制底下有真济问题，啊，然后这个会后吼，迄、哦、暗啊。吃暗顿，吃迄个点心的时阵，啊，甲过两工拢有人甲讲，啊，蔡教授，啊，像蔡总理，你讲的遐，我若无听你讲，我拢唔知呢。啊，我所讲讲，我漏掉因时间，迄当阵时间较短，所漏掉一点。第一次金融改革，第二次金融改革的时候，有一个足严重的问题。迄、那个问题是安那呢？中中信金啊，要并购中华开发。第一个想要占有中华开发的，拿了这样多的钱出来，这样多，中信金估价公，哎呦，这当用钱买呀、啊，我可以这样子。结果是这样两倍的这样子，两倍的这样的数目呢，就把那个权益，就并购的机会让给中信金了。我就讲，迄当阵发生这代志的时阵，我讲就万谈，就万谈。这笔这样的数字不是台币五万、五十万、五百万、五千万呢，是美元计算的耶。咱个看讲，富邦金控咧并购台北银行、台北市银行的时阵啊，咱咧全国哗然，迄是马英九甲卖掉伊呢，甲一个金家母卖掉呢，咱毋知偌济钱个、偌济利益个输送啊、利益输送啊。等到阿扁个时阵呢，将这个中华开发放好。中信金控去控制的时阵，嘛是改变啥？改变证券交易法，说证券公司是本来不可以长期持有股票的，不能够参与经营的，但是改变就可以了。所以套为中信证券，哦，这个综合券商一直吸收吸纳买中华开发股票。然后，到尾由中信股价控制中华开发，这款的竞相交割啦，在中华民国体制的之下吼，不但自古已有，对六十六年前开始以来一直在发生，而且讲哪来案件哪大，胃口哪大，所借的钱哪大，利益输送哪严重哪大，所以哈、啊，我今日要讲就讲咱。台湾民政府的愿景在哪里？咱就是要终结贪腐啦，
吼、哦，要甲这贪腐的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风气吼、哦，要甲终结掉。因为伫中华民国体制底下，无商不奸，无官不贪。头先咱秘书长讲，我较早伫做一个财政局长的时候，我发觉讲足惊人的恐怖的代志啊！公务员是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啊！就我前日讲的，就是一个建设局的小科员，坐伫第一排的工作人员，你要申请案件内底无放三千五千，就甲你讲，你这个改一改，再过拿过来。啊，下次拿过来又说又没有看到钱，就你那个改一改，又再改天再拿过来，啊，你给你拖，给你玩呢啦。无商不奸，无官不贪，结果就形成政商勾结啊。所以我有迄一空一空啊，政商勾结是一个体制化的。中国国民党伊的政商勾结是完全变作一个集体化的，蒋家为中心。以蒋家为中心，伊个权贵伫边啊，过来就青帮洪门，过来就这个情治系统，迄种伊个亲北个，过来则是行政系统，过来则财团，过来则一般人民呢，上可怜一般人民是上外口空个啊。所以你要看这个整个体制哦，整个贪污的体制是制度化的体制啊。看咱台湾人去吃西西，有影有够歹运，有够歹命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讲民政府第一件代志，就是要肃贪，要甲政商勾结来甲终结掉。哦，这是咱诶上认真、上必要去做的代志。所以咱爱认识讲，有一天咱坐坐各位，若是担任民政府的官员，绝对袂使贪污，绝对袂使政商勾结。在批公文中间，足侪政商勾结的机会。你就是讲，这个代志做的是应该，这个公司来申请这个案子来租土地，或者是做什么工课，咱敢讲这是对整个社会是进步的、有贡献的，咱就甲许可。但许可中间，你绝对袂使收受任何礼物啊！哦，咱就是讲，这许可中间有足侪足大利益的时候。咱现出时的政府，就是讲拢改分好康的就对啦。你花什么三七，安尼分好康的，这将来拢绝对袂使。那了着拢是枪毙啦，了着拢枪毙。所贪污的钱拢爱充公，哦，这是咱这个秘书长一再宣示的。啊，我嘛感觉讲足好的代志，因为台湾人已经无法度忍受，咱本土台湾人无法度忍受这款长期的贪污腐化的政府。这是安那，咱今仔日。咱到处去演讲的时候，得到真大的肯定，唔是讲论述正确，嘛是讲因为咱的这个主张，咱对未来台湾的未来的愿景，嘛是符合咱全民的需要，咱本土台湾人的希望安尼。所以咱将来要做啥物物件，咱将来已经提出足好的政策来。首先，咱要改变咱的教育啊，咱的教育文化方面的建设，教育方面的建设。我希望讲，咱将来两岁以上的囡仔，拢来读幼稚园，拢来读幼稚园。啊，幼稚园要教啥？教英文。咱伫厝拢讲母语、台语、客话、原住民的话，拢爱延续落去，这是文化的根。但是咱已经爱进入去西方的社会，进入去欧美的社会，那英文就是公共的语言，每一个囡仔对两岁开始都要开始学英文啦。啊！咱将来对中文就甲看作讲特殊的人物，也是讲有汉话的汉学家才去读汉文啊。汉学家在研究这个书法有诶无诶，这物件毋是讲无重视，甲伊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，安尼就好。毋是讲平常逐工爱使用诶啦吼。啊，然后咱上重要就讲咱的产业政策，咱需要每一个人爱有头路通食。所以咱主张讲，以台湾的这个天然的资源，咱的农业发展的背景，这尼啊优度，全世界无当找。那个想法，荷兰、丹麦、Denmark 跟那个荷兰，这个小国家，伊农业非常发展，特别是荷兰，
和咱的气候半年以上是寒冷的，但是伊居然发展出这个花卉，全世界上大的花卉市场。这个物件咱台湾有会到，以咱的水准，咱国民的水准，甲农咱农业的技术，绝对无问题。问题出在政府的政策并无讲咧，并无眼光。咱来看农村社会内底上聚焦的，发展得上成功的，就是产尾甲引进。唔知有产尾甲引进来，咱的动心无？2001年甲2005年中间，我伫彰化县有两遍要出来选立委，无提名结束。第三遍，李登辉先生讲叫我出来选县长，所以我拢总伫迄个所在走五档。伫基层走五档，我发现讲，引进产尾的人，只要有两分地或者是三分地，伊就生活过得足好个，囡仔拢送去美国读册。我甲研究是安怎？别个所在那就分园，足济农村，足济农家拢足艰苦。哦，十室九空，有十个户到户搬了了。啊，去到海边嘛同款，但是呢，产尾甲引进哦，迄、那个经济蒸蒸向荣，农会的那个信用部存款多。啊，然后引进甲农会嘛有足济银行伫遐开银行。我甲研究的结果发现讲，因为遐人迄个所在有两三分地心，伊就种树啊，种较有价值的树啊。然后树啊的中间吼、哦，四周种树啊个围起来，中间就种花卉，吼、哦、去点籽。举一个例来讲，咱的七里香的籽，路边到处拢有，应该去买籽俩，拢唔钱，免买。只要点落心，一排咱这个空间会当种起一万粒啊，一万粒佮种落去。伊就发芽啊，发芽的心过一冬的心差20公分，过两冬的心差40公分，从30公分的心开始卖30块，50公分的心开始50块，70公分的心卖100块，免本钱的，干来卖这就好啊。安尼尔，伊就会当有收入啊，有稳定的收入。当然，唔是干来讲种七里香，伊咪当都是去找别项手指啊、手指吼来压。即抓七里香，即抓是白香，即抓是桂花，安尼类似安尼。然后用短期的修行来维持周边的名贵的树啊，一丛树人人介意，开价100万，100万你也有趣味，你就来买去。平常营营就甲造型、造型、甲雕雕回龙形、虎形，有诶无诶，回会感觉足青呀，互人看落介意，啊就买去啊。啊，平常的收入，不管是种花还是种树啊栽，伊就是靠迄30块、50块、哦、70块、100块安尼收入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一旦卖一张树，就100万；两张树就200万；五张树就500万，安尼你卖啦，安尼你过日子。啊，是安那，产尾甲引进做会到安尼，咱其他所在无法度 copy 伊迄款的，伊迄款的经验。所以咱政府唔知咧创啥物，无去推广。哦，咱的农会足济农会，拢是选举的机器，哦，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并不是讲真正咧为农民拍拼。我足希望讲有一天，咱会当带咱的一挂干部来看迄个林海农场的有机农业的生产。伊嘛免买肥料，伊的肥料对对来 ，Pierre Louisette 哦，这个刘立雪先生是加拿大的人。娶的咱台湾太太，伊本来是 HPA 迄个总经理啊，惠普，哦，电脑工程师啊。到尾伊因为食到五十岁的时阵啊，身体较无好，伊怎啊开始研究这个有机农业。啊，然后研究成功了，伊用啥物来做肥料呢？伊拢一台车，货车，面顶放碳，用空碳去换石碳，去做台北地区的大饭店去换喷。去啊喷栽倒来，一桶一桶空桶放落去，啊有底膜的这个喷，甲放起个车顶，啊然后栽倒去三支香。林海农场是伫海边，有盐分的沙地，有盐分的海风，安尼用三分地，一年要赚300万啊！钱才要卖120块啊！四年前我破病的时阵，我去甲买订购伊有机蔬菜，一斤是60块啊！吃半年了，起到90块啊！即摆听讲一斤是108块啊！
咱有日本的朋友来到伊个所在，食到伊个所在，讲足好食的啦。讲要个订一礼拜要订五个货柜啦，因为我才三分地尔啦，我所种出来都无够半个货柜啊。我要搭生五个货柜给你啊。这款的经验无法度伫台湾做 copy， 无法度伫台湾来推广，是非常可惜的。我相信哦，咱若掌握到咱的政权治理管理台湾的迄个权利的时，咱要甲将这个经验来 copy 出来，各所在各所在，咱的喷是全世界所无的啦。咱的喷，伊的喷安怎做呢？我去参观三届、四届，伊喷甲再定甲伊迄个农田的时阵吼，伊做一个斜坡，用水泥空起来，哦，甲喷参这个咱的技术夫，或者是米坑，搅搅搅搅，又一个机械甲搅搅敲敲嘞，一台车甲敲敲嘞。怎啊倒嘞？倒嘞面顶一个铁饼面顶，铁饼面顶的时吼，啊怎啊个拍吹风拍日，佮嵌一个塑胶布啊，伊就生腾出来，生腾出来又一个斜坡落去，落到上下面弄个建筑会有一个管道，对遐水流对一个桶落，流对迄个桶的时吼，你对遐过的时讲，嗯，这个味有影无好闻呢，无闻，啊然后这个汤落去到迄个桶的时候，满，迄个桶怎啊解？放糖蜜，买糖蜜佮落落去。叫叫叫叫的封起来，过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，伊带我去看，伊带阮去看的时候，挂开开，围起来就吃。我唔敢吃，鼻看嘛，香公公啊！伊只汤卖了几啊万块，这喷这这个厨余啊，拢免钱的，拢免钱的。啊，这厨余的时候，伊就开始伫这个所在拢底下咧开始分解，有细菌就开始甲分解。透过日头甲风，甚至落雨嘛，无要紧，有咧分解、分解，甲某一个程度，伊就甲汰，用一个自动化的汰啊，甲汰的时候，未分解，有分解就落来，变糊糊糊的糊就落来，未分解那像亚细的壳，九个月就会分解，哦，咱的迄款的贝壳，三个月、四个月就分解，分解就变糊起啊。我讲啊，豆油甲油安怎？豆油甲油拢足欢迎，拢甲落来即种营养。拢营养，拢钙质，拢有诶无诶，拢是好诶物件吼。啊，然后即个物件敷，即个敷着，哦，啊，着摕甲放到啥种菜时，一个菜果一丛一丛过年啊。咱诶过年啊吼，咱诶过年拢会糖加，伊诶过年无糖加。伊种做时阵啊，伊即摆菜果诶时吼，差不多四十公分一个，宽度，迄高有四十公分一宽度。啊，即边甲遮诶时，且一。个拢种两撮尔，一撮一撮拢规个拢是过年啊落去，啊！即摆这些腐啊，摕来怎啊放到出过年的头，过年的迄个树啊，迄个过年的菜头部遐、根部遐，会吸收迄个养分。然后每丛过年拢分，伊讲只要这个过年是真健康的时呐，糖又发也分泌一种物件，诶，和迄个糖唔敢活来。啊，若是这丛过年啊无够健康。糖来加加的时，这个叶就变讲较无遐青脆。这阵我就甲烤遐角，烤遐角规堆做肥料啊。剩的健康的才好，消费者去吃。所以无健康的绝对无消费者吃。啊，我回想讲，五十年前、六十年前，我伫庄卡咧种过年啊，同款。因为我伫露水溪边，我拢超完两三工，都用水肥去压一盖。压菜以前啊，我都拢先过年甲按慢起来。慢烧尔咧，迄大烧迄慢了时，吼、哦、先甲压这个落水溪沟水，吼、哦，迄沟水拢乌的，拢肥，拢甲压个真焦了，啊，回水渗落去了，才水肥再个压一届呢。每一丛过年拢足少糖价的，这毋是，咱即摆是吼现代化的生产方式，拢用化学肥料，无一丛过年讲有丰富的物件出来。所以就正用糖来加，啊无为了要防止糖来加，都、就是用农药喷落去，这拢无健康的。所以咱啊，六分钟，这人就癌症。所以咱将来的农业还是科技的农业，现代化，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，啊用这个物件，和咱改善咱每一个人。想象一下，每一个农家拢生产有机蔬菜，咱本来本钱车是十块。卖三十块就会赚钱啊！要卖到八百块，卖一半，咱敢会散车？卖散车呢？所以到迄个时阵，
咱唔是唔免高科技，咱嘛需要高科技，但咱希望农业这个物件，农村代表咱文化的根，咱一定要把农村顾好，这是咱民政府的愿景。农村先顾好，咱文化根顾掉，社会特殊，每一个人拢有工会通做。农地的工作是真济，真需要真济人力的咧。哦，啊，所以哦，咱需要这个有机的农业性的，需要足济人工。啊，我相信啊，安尼做咧，咱将来农业绝对拼过荷兰，蔬菜花卉。哦，咱将来一定要有一个愿景，有一个希望。我就希望讲，将来伫航空城的所在，有一个200公顷的花卉拍卖中心。全世界花卉拍卖中心，另外有一个200公顷的毛竹拍卖中心，全世界买毛地的拢对这来，买花卉拢对这来，因为荷兰的低地啊，伊将来伊农业发展有伊的限制，但咱台湾，寒寒干呢，那温带呢，那寒带呢，低低干呢，那热带呢，同一个时候，咱的生产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咱还能提供日本清奇的蔬菜，提供。世界各国新鲜的花卉，提供世界各国清洁的、有卫生的迄个肉猪，甚至其他的哦，那像迄、那个鸭啦、牛啊啦，还是鸡啊啦，哦，拢是有机生产方式，家也拢有机的，安尼是咱的农业的产品的市场一定足大，因为即摆大家拢讲需要环保，哦，需要环境保护。真正的有机农业就是环境保护，所以咱姐姐咱同心爱有远见。我定来甲郑凯平讲，有土地唔通卖，因为将来生物科技做到有一天的时，农业才是主流。哦，没有电脑没有关系，没有米没有蔬菜，我们就活不下去。全世界拢共款。哦，当然啦、啊，咱对这个高科技、太阳能科技。哦，这个核电将来要废除掉，啊，因为核电废除掉，咱就需要太阳能、风能跟水力发电，哦，啊，这方面咱来继续发电，包括生物科技，这是咱未来啊，伫这个产业方面也需要注重的所在。我简单把这个咱的民政府愿景来给大家做报告，希望大家来集思广益，看下当然有一天，咱真正接到政权的时候，要来好好进行这工作。谢谢各位。今日，李总，今日，请坐。各位听家的椅啊，吼，变开桌啊面，吼，安尼清洁人员要整理的是较好整理，吼。啊，咱向楼骹行，赶紧来翕相，吼。